实在就是 SUM。 大家好，我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台2014年的 Prius C。 这车它是油电车，然后前面有配这个鱼眼的头灯，然后方向灯在底下，还有一个雾灯的功能。然后看它这个蓝色的这个 mark， 就是代表说这台车是油电。然后叶子板这边也有一个油电的徽章。啊，这台车它原厂配备就是17565/15寸的轮框，还有胎皮。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内装，它是油电车，所以它在发动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声音。左边有这些大灯的水平调整啊，后照镜的那个啦，控制功能，然后还有一个胎压的灯，然后方向盘上面一样有这些控制旋钮跟这个定速的按钮。然后在车的里程跑119850公里，右边这边就是一个音响的主机跟这个恒温空调的这些按钮啦，然后底下这边有一个 ECO 跟 EV 的按钮。然后因为这台车它是油电车，所以它的变速箱滴下来这边会是 B 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前面已经是我的标准坐姿了，现在我坐来后面大概剩下一颗的拳头啦。然后它全车的椅子都是用皮革的座椅，都不是那种一般布织布的。后车厢的空间其实还是够放3-4个大小的行李箱，然后后车厢的空间并没有说到很大，但是还是够用啦。一样后面这边会有这个蓝色的 mark， 还有油电的徽章，就是代表说这台车是油电车。然后这一台2014年的 Prius C， 它的引擎是直列四缸 1497cc，然后搭配的是 CVT 无段变速的变速箱，然后它这边有它的一个电池，它的大电池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有更换过了，所以这个部分消费者就可以不用再担心它电池日后还要更换的耗材这些问题。这台车它现在因为它是比较没有电，所以它会发动，等它电充饱之后，它又自己回到油电的状态。然后这台车在我们官网的售价是429,000，我们店的地址在彰化的花坛乡中山路1-220号，我们这边是永大汽车。如果有想要看这台车，都可以跟我们预约来赏车。然后有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实在就是 SUM。